刚喂了四种饲料，鱼饲料、圆形的、弧形的鱼饲料、沉底的饲料，像这个，这是人家给我的菠菜粉，然后是圆形的，这是上浮的饲料，鱼饲料，这个是日清的幼鱼用的，这是去壳的丰年虾卵，很细，这就是懒得在那边磨了，直接喂食这个就好了。那这个是颗粒型的，这个放下去就沉下去，鱼特别喜欢吃，虾子也喜欢。现在就喂食这四种，然后里面还有桑叶，然后还有那个人丹藻，这个绿绿的一颗小颗的那个人丹藻，给他们。那吃不完的，还有那些螺会帮忙吃。如果发现里面有涡虫的话，就一定要赶快清除，或是甚至整个清缸，不然的话，到时候虾子就全部都被咬光了。金火虾，这么小的一个瓶子，养了一个多月了。头好壮壮，这是桑叶，里面有苹果螺跟鸡火虾，刚刚又放了人丹藻，人丹藻就是个小小的绿色的，一颗一颗的，这虾子喜欢吃。温度不能太高，要通风，又要晒太阳。多放了人丹藻，看他们要不要吃。